本节目由小样乳酸盐独家冠名，小样乳酸盐更解渴更好喝的轻运动饮料。本节目由刷出清新真口气云南白药一优清新牙膏特约。我崴掉了。他那个没办法，就这样，这是比赛。我就挂在那儿。痛的不是怎么舍去，不要只唱记忆，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比上次好很多，好太多了。我对你的爱真的有点一言难尽，哪怕你不需要，我也让我的感情。怎么你的爱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旅行，我虔诚的朝拜，换不来你对我的崇拜。还在身上吗？他的麦不在身上了。对，就在地上了。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我很难抹除爱与不爱之间的距离。我隐隐约约中，我明白你的决心，我不能勉强你，只能为难我自己，只能为难我自己。我一言难尽。把麦捡起来，把麦捡起来。没经验。淡淡的爱情在哪里？捡了，捡了，捡了。很好，自己加分。再加分，给自己加分。淡淡的爱情，把心事淡淡的爱情。他紧张都出汗了，现在一直在那边扇。你还有一点掌门人的风采吗？就在那边这样就扇了。我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对。唉，我特别感动，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玉威的麦掉了，但是他马上可以，我觉得很棒。第一，你们是我们全组的最后一名，第八名。我记得上一周好像有一个场合，我看到过王玉威从我身边走过。但是我们彼此没有打招呼，我觉得好像王玉威的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脸黑到了都看不见光。其实我非常为你们两个人捏一把汗，但是呢，我今天看完这一段表演，我觉得告诉我们一点，不管我们分数有多低，或者不管我们的技术技巧有多么不好或者多么好，都不重要。因为不管多大的困难，你们都坚决地面对了，我觉得就为这一点为你们鼓掌，特别棒。男人味儿就是这样子出来的，不要哭啊。我哭是因为那个就是四恒哥嘛，他学舞很快，然后每天晚上他还是陪我陪到两三点钟，因为我本来想就是把那个舞蹈呀还有唱呀就是全部融进去，但是只是我知道你当中遇到了很大的意外，但是我总觉得舞台上偶像的价值是给予我们战胜困难的力量，而不仅仅是长得好看。
你们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让我懂得了奇迹随时可以发生。今天要鼓掌，真的要鼓掌。这里面有什么是你最在意的，或者你在表演之前最担心的动作吗？没有啊，都很好，非常好，完全都没有。但是王云威真的要鼓励，那个处变不惊实在太厉害了，真的，而且你还可以带领全场的气氛。逆袭，大家都表扬了玉薇啊，我最后简单的说一说，我觉得思恒其实论平均水准，你起到的作用要比玉薇要大。谢谢。整个过程当中的水准，思恒起到了更高的作用。但是呢，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玉薇把自己觉得这是人生最后一次表演了，所以你爆发出了比之前好得多的力量，你战胜了他，很好，他不值得你哭。多 man 啊！啊，好好 man。好了，这是我的看法，但我仍然给了你很高的分数，给了你们这一组很高的分数。谢谢杨梅，谢谢老师，谢谢你们，让我们等待成绩吧，来，加油。这个比较像兄弟，对，他俩感情好。下一次分数一定比这一次还要高。太棒了，我一看到王玉薇的那个麦一掉下来，我整个大崩溃，我就啊，我一直在想，王玉薇她好像对自己自信心没有那么强，就相反的，我居然在舞台上看见一个最有爆发力的，或许就是因为那个失误，他们就觉得好吧，算了，我豁出去了，所以他们把所有的力气跟那个精力全部啪放出来，然后王玉薇特别帅的去把那个耳麦捡起来，在唱的时候太 man 了。两位掌门人，到目前为止上一周排名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分别以第三组、第一组、第二组和第四组的身份进入了本场考核。也就是说，上周两位战队当中排一二三四名的都还没出场，为什么把好的都往后放呢？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好像没有太多默契。干嘛这样？我其实刚刚在看这一组表演的时候，自己也是蛮感动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么多黑马和逆袭的。你丹尼上身了。所以呢，我接下来要派出的这一队是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的嘉诚兄弟组，他们今天会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表演，我相信是会让很多的现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爱不释手的，因为他们的表演真的很坏。坏，对，哇哦，哇哦！让我们欢迎上周排名第一的李宇春队伍嘉诚、古嘉诚。伍嘉诚和古嘉诚，你们获得的是第一名。挺起来哈，帅，起来。哎，那和弦怎么唱的？爱不完，对你爱。爱不完，我唱的是你唱，我比你还熟。爱不完，真的没有什么。你看，我一上场就会唱。不要跟我说这些没用。你要想一下，7点钟在那画，你差不多10点钟才起床，老师一个等，一起床来说，这样你的眼镜还拿着隐形眼镜。我觉得他怎么说，有时候话有点多。哥，你会唱了吗？为什么起床你又不会唱？会了。你是忘了吗？又会了。我就天天跟他说，古嘉诚，你那么懒，我已经够懒，你比我更懒，那就太可怕了。然后到时候电视上一播，你要又不练歌，电视上不是，这是爱他才会这样子。我跟你说，电视上一播，我就用他能不能深情一点，他还不知道，永远是。对啊，就是你啊。不用聊了，赶紧来练一下吧。练啊！主动要求练习了，难得。坐着也是坐着，活动一下筋骨。来，练。活动一下，晚上好睡觉。可以开始。嘉诚兄弟的部分，我觉得在舞蹈上面我有一些疑惑，因为他们两个的形象也非常好，
我不太希望说一开场的部分他们就一直是驼着背的。现场是没有可能上桌椅的嘛，在现场营造出那个 bar 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不会有那个舞蹈上面的负担。想用到斯坦尼康给他们，位置不够，机器的位置不够，要近一点点。再一次。OK， 好，再一次。他虽然只是从表演的形式上对我们做了一些改变，但是其实它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对怎样去做到一个表演非常的吸引眼球。我相信应该是挺不错的。我不想输给彭楚越，因为并列第一嘛，人家比我们多0.1分，都是比我们厉害。嗯，我也不想输，但我没有那么强的好胜心。那要不要拿第一？能拿最好啊，不拿最不，我要确定，那要不要拿第一？要。对，拿第一。好。嘉诚，嘉诚，嘉偶天成。有请武嘉诚、古嘉诚。帅，不错，很帅。就像夜晚。我觉得你们要非常感谢这支舞的编舞老师和音乐老师，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非常棒的一对组合。古嘉诚，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你在整个的表演当中，你好像背了一块石板在身上。我想说的是表演的一个灵动性，我觉得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面对镜子，看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眉毛。你在讲话的时候，春春的眼神都恶狠狠地看着你，有吗？啊，我只是有点近视眼而已。丹妮姐，你在讲话的时候，古嘉诚看着你，我都特别替你担心，我觉得他要打你了的感觉。会吗？没有，他看人都这样，都是一个表情，所以小面瘫就是他。哎，他们哪些是你的设计？我不能告诉他。哦，对，这也是设计，这是商业秘密。哦，这也是设计，所以。比你看的彩排要好吗？老实说，这一个组合的舞蹈的部分呢，其实是我比较担心的。他们的排练时间本来就有限，然后我觉得选择这样的舞蹈就风险很大，而他们今天做到了，我就很开心。
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场上最好的表现，完全没有任何疑问。怎么可能？不可能！恭祝二位佳偶天成。我以为他们会把他们两个放在最后，所以当吴嘉诚跟古嘉诚他们放在春春他们第三位的时候，我就懵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热身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开始热身了。我不得不提醒你啊，你的上一组打分跟下一组之间会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上一组当得到巨大的评价的时候，你下一组出场的人压力就很大。天哪，好刺激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因为毕竟是上一轮并列第一，当然会有一个角逐的心态在。来呀，来呀！就好像是出牌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觉得特别有意思，很激动。但是我不可以改变我的战略，我不可以因为春春组他们超乎我想象之中的调动，然后我就把他们给放上来了。我觉得为了要缓和现在这么紧张的情绪，大家我们来一个很街头 feel freestyle 的，应该是你们让大家把现场的气氛嗨起来，那就是夏之光跟陈泽熙。加油！不用光了，好嘞。冷静一点，我说必须啊。王三儿比较小嘛，我就特别黏他。啊，对，小孩嘛，反正我去哪儿，他去哪儿。走是吧？训练去。有时候觉得也挺好的，因为就更有 CP 的感觉。我们是刀马旦，然后。是耍花枪，就是现场特别炫，特别炸。我们两个有很多就是能很契合的地方，就是在舞蹈上，就是老师教啊，都会觉得很快进度感觉了，然后这两个人的那个默契度还挺好的。还挺顺的，其实练熟了。他也学民族舞的嘛，就是会这种东西，然后我就说把他加在里面。哇哇帅！因为这个特技我们加分了。今天陈泽熙很好啊，比昨天好很多了。其实整体来说水平都比我们高一筹，就在唱方面，但是舞蹈绝对秒杀他们。还有就是他们在那里空空空空打的时候，我在想那灯光可不可以啪啪啪啪，这样他们那个戏剧张力。对，而且他们如果万一打得不好的时候，还可以看不到。基本上没啥对手，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舒淇队这一次。其实陈泽熙跟夏之光这两个人，我说真的，他们两个的舞蹈是八组团队里头最难的，他们有这个功底，所以他们的难度，老师给他们的难度真的是特别高的。因为我们怎么说，就唱歌还是主要是缺乏技巧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搞上去，我觉得我们应该没问题了。嗯，没问题。是啊，光哥，光哥说没问题，应该就没问题。有请陈泽熙、夏之光，加油！不错，酷酷酷酷。像人还在香港，还在九龙茶馆喝泡汤，怎么场景一下了西安，我在护城河的彼岸，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摇悠晃晃晃晃，我用英语远小分在忙，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这模样是月花一样，开始想认真心心装扮，未来上终于如我想象，说话像一个轰轰喷，要是跟着战猛炸的滚烫，说话像比谁都漂亮，当花的身段也出风靡全场，一个两个装没枪一时装不上下，一月光一次中间一模漂亮，一个人在北大荒一晚的帐篷，一匹小狼，走过十路配着笑，大路要塞
被迫紧张，在路上所有呼吸全都被抛光，但是模仿日本的演唱，让我在身上都有违背。还有道具啊，红缨枪是我呀，我是风上流浪，我是自由自随时携带着行李箱，一身奇装独秀，突破世界双花枪，一个后空翻，要是跟着枪，马步扎得稳当。双花枪，比谁都漂亮。我要拍大力。日记和霸王。双花枪。哇，好炸呀！哇！双花枪，比谁都漂亮。哇，枪头都打掉了。哇，有点可惜，不然真的很完美的。顾文，您要不把那杆已经折了的枪放下吧？啊，这么多状况的一个表演，人生嘛，总是路上有很多石头的刻板。我总觉得是舒淇这一组的成员隐隐有一种很重的杀劲儿，不管是红缨枪折了还是麦掉了，这个杀气我们看到了，很棒。我今天对 rap 有点小失望，是吧，齐哥？你这个 rap 没跟他们交流一下吗？有有有 ，rap 一下，快点 rap 给华少哥听一下，快。啊，我知道为什么你们 rap 的不太好了，啊。各位，我先走了。有人愤然离席。春春，你怎么看？我觉得整个舞蹈编排非常炫，有一层一层的递进，当然会有一些小瑕疵，但是我觉得整个表演还是非常完整，一直到最后的部分的 ending 都是非常的精彩的。我真心希望下一次你们能有一些偶像范儿、明星范儿，你们有潜力的，一定要加油。好，谢谢。非常棒的表演，谢谢你们。你们都只剩下最后一组了。对啊。为什么是他们？在这个舞台上面，我觉得有一种更高的境界，叫做不费吹灰。接下来我们的这一组，他们一个动作都不会跳，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拿到非常高的分数。